強我們的信德、望德和愛德，使我們愛慕你的誡命，獲得你所應許的救恩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基督你和聖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請坐。今天我們讀經是經書的第40節。攻讀得分篇。上主是審判者，決不看情面，他決不偏袒任何人而加害窮人，他倒樂於俯聽受壓迫者的祈禱，他決不輕視孤兒的哀求及寡婦訴苦的嘆息。凡誠心誠意恭敬天主的，必蒙受接納，他的祈禱上切雲霄。謙卑人的祈禱穿雲而上，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。不等至高見者，不等至高者見了，為義人伸冤，執行正義，決不離開。上主決不遲疑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答句。卑微人一呼號，上主立即扶雲。我要時時讚美上主，我的口舌不斷讚頌上主。願我的心靈因上主而自豪，願謙卑的人聽到也都歡喜雀躍。上主的威容，敵視作惡的人民，把他們的忌念從人間抹去。義人一呼號，上主立即俯運拯救他們，脫離一切艱辛。上主親近心靈破碎的人，他必救助精神苦痛的人。上主救助他仆人的生命，凡投奔他的必不受處罰。恭讀聖保祿中途致帝茂德後書。親愛的，我已被奠祭，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。這場好仗我已打完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，這信仰我已保持了。從今以後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，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，到那一日必要賞賜給我的，不但賞賜給我，而且也賞賜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。在我初次過堂時，沒有人在我身旁，眾人都離棄了我。願天主不歸罪於他們，但是主卻在我左右堅固了我，使福音的宣講藉著我而完成，使一切外邦人都能聽見。我也從獅子口中被救了出來。主要救我脫離各種兇惡的事，也要使我安全地進入他天上的國。願光榮歸於他，於無窮世之世。阿們。上主的話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其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。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塞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塞人站着心里这样祈祷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每周两次禁食，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随着自己的胸膛说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税吏回到家里，成了正义的人，而那法利塞人却不然，因为凡高举自己的，必被贬抑；凡贬抑自己的，必被高举。上主的话。